Yeah.
无为你。
佛说阿弥陀经，和尚你慈悲，啊，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大家请放掌。那么，我们这次结下安居，要跟大家研究的课程啊，是净土学概要。那么在讲这个课程之前啊，我们先做两点的说明。第一点啊，我们讲到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个课程啊，说明这个研究的目的。这个净土念佛法门啊，在中国的历代祖师的啊赞叹弘传之下，在我们中国佛教啊可以说是弘传得非常的广泛。我相信几乎每一个佛弟子啊多多少少都有念佛的经验，所以古人说啊，说是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就知道这个念佛法门在整个普遍大众啊，是很多人修学的。但是，当我们仔细的去了解啊，在这么多念佛人当中呢，你真正对净土的教义有真实了解的是非常少。大部分人虽然嘴巴念佛，但是对净土的教义、对名号的功德，都是只是一种片段式的、一种粗浅的认识。那么，我们对于所皈依的净，就是你念佛，你心中是对佛号的一种真实的皈依。那么，你对你所皈依的佛号了解的不够透彻。那么，这个时候佛号在你心中运转的时候，产生一种调伏感应的力量就相对的薄弱，所以藕益大师说，性寂不生，行亦无力，悠悠泛泛，一事无成。就是说，我们虽然很认真的要念佛，但是我们对于所皈依的佛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相不了解，所以产生的力量啊就薄弱了，这是非常可惜的。啊，所以我们的确是有需要，啊，很认真的，啊，我们不要做片段的了解，我们很真实的去探讨净土中的教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念阿弥陀佛这句佛号，它代表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意？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把它了解清楚。啊，这就是我们3个月的时间了。我希望我们透过这3个月了解，什么是阿弥陀佛，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开这个净土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让你了解什么是阿弥陀佛。第二点，我们说明了，那么在净土中，在整个大乘佛教当中，它到底有什么特色？这个达赖喇嘛说啊，身为一个有情众生，我们内心的本性是想要离苦得乐。虽然有时候我们颠倒去造了很多罪业，让自己痛苦，但是我们想要离苦得乐的本性是没有改变。那么，当我们要离苦得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个生死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因为我们在三界当中受生，只要你三界的受生不能停止，你的痛苦是不能停止的，因为你每一次受生都要累积很多的老病死的折磨的痛苦。所以，当我们开始在思维生命的离苦得乐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三界的轮回应该如何来处理。那么在出离三界，我们有2个选择。
啊，一个是用肾道门，就是仰仗自立，断惑正真，了生脱死，靠你内心的戒定慧来断烦恼而处理三界。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是要经过多生多劫的，所以古德说这是难行道。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仰仗佛力的加倍而往生净土，那么这个法门是一生可以成办的啊，所以我们叫一行道。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选择的啊，你可以持大悲咒，你可以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你可以念嗡嘛呢叭咪吽，都可以。那么在这么多的佛菩萨的法门当中呢，你念阿弥陀佛代表的有什么特色呢？如果站在一个消业障增福报的角度，阿弥陀佛是没有特色的，一样的。如果你的目的只是想要啊消业障增福报，那你念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是站在了生脱死要出离三界的角度，那么阿弥陀佛的圣号就有不共的特色。就是说今天你对来生的抉择是要远离三界的话，那么这句佛号对你就是意义重大，因为它提供你一个很特别的捷径，是其他法门所没有的，就是有弥陀本愿的摄受。所以我们要修这个法门之前，你要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特色。它的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待业往生，横超三界。这个是你在整个大乘的佛法当中找不到的地方，就它的特别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在了解阿弥陀佛之前，先了解它的特色。好，那么这两点呢，就是我们在开这个课之前呢，先大家了解一下。那么我们这次的净土学有三个主题啊，第一个是《阿弥陀经》，第二个是《净土十一论》，第三个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藏》。那么这个《阿弥陀经》跟《净土十一论》呢，是偏重在教义的研究。这个念佛圆通章呢，偏重在整个修行的方法，啊，我们希望透过这三个课程啊，让大家能够全盘的去了解，啊，净土中的教义跟修行，啊，好，我们先看第一个主题哈，打开讲义第一面，佛说《阿弥陀经》导读啊，那么这以下的讲义啊，是学人根据偶益大师的《弥陀要解》啊。那么完全把它折录出来啊，那么把它编汇成一个导读啊。那么我们看这个讲义第一页，将是始经大风为事啊。我们研究这部经啊，有四个主题。第一个，解释经体。这个经体都是总持一部经的要义啊，所以我们应该先了解。第二个，经文大意。那么我们在正式经文进入经文之前，先说明本经的修学纲要啊，本经的修学纲要先扼要的说明。第三个，随文解释啊，这第三科等于是啊正式的就着经文来解释其中的义理。第四个，解释欠修啊，我们讲完经文以后，我们引用古德两个偈颂啊，把整个经文做一个总结。好，我们先看第一课啊，解释经体。那么这个经体啊，在偶益大师的弥陀要解是分两部分啊，第一个是别名，第二个通名啊。这个别啊，就是个别啊，每一部经的个别名称啊。那么本经的经体有六个字了，前面五个字是别名啊。那么这五个字我们分成三段啊，第一个是佛，第二个是说，第三个是阿弥陀啊。我们先解释这个佛啊，佛者觉也，具足三义：一自觉，二觉他，三觉行圆满，即此土能说之教主释迦牟尼佛
那么我们身为一个佛弟子啊，我们经常说我现在在学佛。那么到底什么是佛呢？简单的讲啊，就是你心中的一种觉悟的智慧。也就是说，你在没有学佛之前，虽然你也会做一些慈善事业，那么你学佛之前做慈善事业，跟你学佛以后做善法有什么差别呢？就是你学佛以后啊，你照做善法的时候啊，心中有一道光明的智慧来引导你，就在这个地方有差别，就是你心中是依止觉悟来断恶修善啊，这个地方就说明了佛的特色在于觉悟。那么这个觉悟这当中呢，在大乘佛法有三个含义。第一个是自觉，这个自觉是你自己内心的一种智慧观照，就是你透过闻思的智慧所产生的观照力，这叫自觉。第二个是觉他，这个前面的自觉啊是掖着智慧，这个觉他是掖大悲。你心中的黑暗点起了一道光明，你看清楚的生命的真相，什么是功德，什么是过失，你很清楚。但是一切众生都还在颠倒当中，这个时候你用你的大悲心跟善巧方便，也把众生心中的光明把它点亮起来，这叫觉他。这个是大悲跟善巧。第三个，觉行圆满。那当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你自身的觉悟跟对众生的帮助都圆满了，那么我们叫觉行圆满，也叫做佛。那么这个觉的意思啊，我们再做一个说明啊。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啊，我们的内心状态啊是跟着感觉走的。你的心跟环境接触的时候，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么完全是活在直觉当中的，就是心随妄转。你今天遇到什么人事，你突然间有什么想法，这个想法就带于你去做什么事情，你是没办法做主的，你是心随妄转，用妄想来做主。那么我们学佛以后开始啊明白道理，明白道理啊。那么这个佛法的道理的观照有三层。第一个是因果的道理，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的果报体是有差别的。你看这个人，他看起来很有福报，财富很多，但是他多病。这个人身体很健康，但是贫穷。就是说，这个每一个人果报是各式各样的。那么这当中呢，它不是自然产生的，也不是上帝创造的，这个佛法说是有它的因缘的，就诸法因缘生。那么什么是因缘呢？简单的讲就是业力。所以我们讲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那么这个因果的道理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隔世的招感，不是今生的。你今生的果报是前生所造的业创造的，那么你得到这个果报，你又造一个业，这个业又创造你来生的果报。所以前生的你创造了今生的你，今生的你又创造了来生的你，这个就是佛法说的三世因果。那么这个三世因果构成一个无量的生命的水流，也就是说啊，生命的相续来自于因果的相续啊。所以我们在刚开始观照生命的真相，第一个是看到的因果的道理。对，因果的道理告诉我们应该要避免造恶，因为你不想要痛苦，你就不应该造罪业。
而且你喜欢有安乐，你希望有安乐的知气出现，你就应该修善。所以在因果道理的了解会强迫我们去反省自己，强迫自己去断恶修善，而这个断恶修善的动力来自于对真理的理解。所以我们刚开始的觉悟是觉悟因果了，那么第二层的觉悟呢是觉悟空性。如果我们的了解只是在因果的有相的分别啊，我们感到心啊是非常躁动不安的，因为你都是在这个善恶的对立，在这个得失当中打转。所以我们刚开始这样子的以后啊，开始修习我空观，那么观察生命的本质是无常生灭的，在生灭当中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自我，所谓的生灭变异，虚为无主。比如说你前身是一只蚂蚁，今生变成一个人，那么你前身做蚂蚁的时候，你前身有蚂蚁的色身，它的外表有蚂蚁的心态，那么由于这个业力的熏习，你今生变成一个人的色身，人的心态，那么这两个果报体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就完全改变，因为你前生的你跟今生的你是完全改变的。你前生做蚂蚁的时候是很卑贱的，整天就是工作的，你今生做人的时候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们不应该说在生命的流动当中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自我，这是我们心中的妄想，是错误的。所以我们透过无常无我的智慧观察，知道生命的本质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在整个生灭变化当中没有一个不变化的东西，没有的。这个时候我们观察到我空的真理以后，我们内心开始产生一种极尽的力量，这个时候就慢慢趋向于涅槃的境界。这个是我们应该了解的第二层真理，就是空性的真理。那么因果的道理是有相的，空性的道理是无相的，在大乘佛法说都是偏一边的。所以我们第三个要了解的是真如的道理，中道的实相。我们开始了解到其实整个法界的缘起是我们一念信心所创造的，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我们的内心本性是空性的，但是它一动就是一个十法界的因缘。这个时候我们观察到整个生命在我们内心当中啊，是观察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你看到你整个生命的流动，每一个点都是即空即假即中。这个时候你就把这个有相的因果跟无相的空性啊，两个同时观照到了。那么这样子我们开始啊，就去向于真空妙有，妙有中空的菩萨道啊。那么这个就是在整个佛法当中我们所必须觉悟的三层道理啊，业果的道理、空性的道理跟真如的道理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不共于外道的地方啊，因为外道也做慈善事业，佛弟子也做慈善事业，外道做慈善事业只是仰仗一份的信心，我们在信心当中还多了一层智慧，这个就是觉啊。那么这个觉悟当然是佛的一个总相，但这个地方的佛有他的别相，就是娑婆世界的教主本是释迦牟尼佛啊，就是本经是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那么这个地方等于说明能说之人啊。好，我们看第二个说字，说者业所怀也，佛以度生为怀，众生成佛基首，
为说男性之法令就近解脱，故业也。这个说啊，我们一般的理解啊，就叫先说。但是在偶一大师的注解啊，他这个地方是业所怀也，这个地方有这个欢喜的意思，就是佛陀当时的心情是用欢喜的心情来先说的。我们如果看经典，你会知道佛陀的情绪啊是非常稳定的，佛陀的喜怒哀乐啊几乎是完全脱离的，所以佛陀会起欢喜心啊一定有他的特殊因缘。我们看佛陀是在什么情况会欢喜呢？因为佛以度生为怀，那么现在众生成佛的因缘成熟了，那么佛陀先说这个净土男性之法，使令众生依此法门而解脱了，所以佛陀欢喜了。那么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就是众生成佛基首啊。我们都知道啊，成佛的因缘是很难成就的。我们一般人呢、啊，修学佛法，顶多啊成就人天果报，成就偏空涅槃啊，要成就佛陀是很难啊。但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古德注解上说啊，这个众生指的是谁呢？就是我们在研究净土以后，你全盘的了解到净土法门的整个缘起，你也了解到阿弥陀佛圣号所代表的意义，然后你对这句佛号一心归命，通声靠祷，那表示你的成佛的因缘成熟了，也表示你无量劫的生死轮回的痛苦即将结束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陀啊是带众生而欢喜啊，就是你这个得度的因缘成熟了。那么这个就是佛陀在先说的时候当时的心情。好，那么释迦牟尼佛到底先说什么道理呢？这个阿弥陀，这个是所说之人啊。梵语阿弥陀，此音无量光无量寿啊。那么整个释迦牟尼佛在本经当中他所先说的就是阿弥陀。这个阿弥陀啊是印度话，阿翻成中文叫做无，弥陀翻成中文叫量，所以这个阿弥陀等于是一种无量的功德。那么这个无量的功德在本经当中呢，释迦牟尼佛把它解释成两个重点，一个是无量光，一个是无量寿。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啊，在维大师解释啊，这个等于是整个阿弥陀佛一种法身的功德。我们这样子讲好了，整部《阿弥陀经》就是介绍无量光、无量寿两个主题的。那么无量光代表什么意思呢？无量光它代表一种空间的无量，也就是说从净土宗的角度呢，代表是一个广大的依报国土啊，七宝池、八功德水啊，种种的依报庄严都是无量光而生的。这个无量寿代表是一个长远的正报寿命，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这个明了的心事啊是非常的躁动不安，非常的苦恼，但是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圣号一接触的时候啊，哦，产生的两种力量，一个是无量光，也就是说你的心跟阿弥陀佛圣号接触的时候，你对未来的生命创造一个广大的依报国土，七宝池八功德水就在你念佛当中念念成就。第二个，你的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成就一个长远的正报寿命，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就是你未来的生命是无量的寿命。所以你在极乐世界所成就的一正庄严，其实是由这一句无量光无量寿所成就的啊。那么我们到时候到经文的时候会详细说明，
为什么整段经文是在解释无量光无量寿啊？那么这个是整个阿弥陀佛的功德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啊，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啊。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先介绍这个地方，到经文再详细说明。那么阿弥陀，我们前面是介绍它的意义，这个地方是说明它的人。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净土的导师了。那么他印地的时候发四十八愿，皆引信愿念佛众生往生极乐世界而永皆不退者也。啊，这个地方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这个永皆不退。很多人对净土的了解啊是非常粗浅的，啊，他以为说啊这个极乐世界跟诸天是一样，你看这个诸天也是很多宫殿啊，黄金铺地啊，很多的鸟在那个地方唱歌啊，但是他忽略的极乐世界的特色在于不退转，这个是诸天做不到。你到天上去，你把天福享尽的时候你是掉下来，你到极乐世界去，你享受安乐的时候，你是往上升的，这是一个不同的力量。我们身为一个菩萨，我们心中很清楚啊，成佛之道不是一生一世可以完成的。我相信大家都有心理准备，是要长期抗战的。如果你要有志于成就菩萨成佛的话，那是你要有下定决心要面对无量的生死。当然你说生死会有很多的老病死的痛苦，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可以接受，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啊，是对我们产生遮障的，就是退转的问题。你今生的正念不能相续到来生，这是一个最大的困扰。你像这个宋朝的秦桧，诸位读过历史都知道，秦桧因为他个人的私欲杀了很多众生，这个人在世间上是大坏人。但是印光大师说啊，秦桧的前身是一个雁荡僧，雁荡山的苦行僧，他前身是修习持戒苦恨的。所以我们很难想象，那前身是一个这么样一个有正念的修行者，来生呢，遇到富贵果报的事迹的时候是如此的放逸。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比如说，诸位在你的心中，你现在的念头，多分来说是正念比较多，妄想比较少。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一个真相，你现在的心念在你的内心的深处啊，只是一个阿赖耶识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你现在的心就是第六意识的生灭心，它背后还有一个大的仓库叫阿赖耶识。你今生因为持戒的关系，因为听闻佛法的关系，那么把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其中的善根啊，把它刺激啊表现出来，但是你的阿赖耶识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杂染的种子潜伏在那里。也就是说，你现在的心态只是你内心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一部分而已。那么你现在的生病死亡以后，你来生又换到一个环境的刺激，它会带动另外一个心识。这就是为什么你前生跟今生的心态会产生这么大变化，因为你阿赖耶识，你的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有杂染的种子，有清净的种子。你现在现出来是你最好的这一部分，就是你阿赖耶识当中最好这一部分，但不表示你每一生都这样子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资粮位的菩萨容易退转。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起发善根，升起惭愧心，努力的修学。但是在修学当中积极的善业，来生变得福报很大，福报一大就刺激的烦恼又开始把善业给花掉，在花掉善业的时候，同时造了很多罪业到三恶道去，到了三恶道又开始起惭愧心，又开始积极善业，如此的辗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资粮位菩萨一直在流转的原因。
就是在生命当中死亡把我们的生命给中断。你二十岁出家，活到八十岁，修了六十年，死掉以后来生重新开始，你要来生没有遇到三宝又开始放逸，又完蛋。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啊，当我们在思维净土的时候啊，你要知道净土在你生命当中所代表的意义是不退转，它给你一个很长的寿命，你不用因为死亡的因素而中断了你整个修行。我们现在一个最大的困扰就是我们每一生的生命没办法把它加起来，像这个煮开水一样，煮一煮一煮一煮，听到声音的把它关掉，然后水冷却再把它打开，打开煮一煮又没有办法煮滚，又把它关掉，你一辈子不可能把这个水煮滚。这个分段生死对我们来说啊，障碍太大了，我们没有足够的生命把整个修行一次完成。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在研究净土的时候要知道净土的特色来自于你在那个地方有无量的寿命，而且可以见佛闻法。那么这个地方讲到阿弥陀啊，无量光无量寿啊，它的一个特色在于不退转。好，我们看这个经字啊，这个经是通明啊，通于一切经典的啊，一切经口通明为经，持有五义，一劫慢二显四，三神末是出生无涌泉。这个经啊，就是在佛陀所说的经口啊，当然这个经黄经是不变的意思了啊，佛陀所先说的道理啊是不随时空改变的。那么这个经呢，在阿毗达摩杂集论当中呢提出五层意思啊，那么五层意思呢，我们可以配这个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行理三经啊。这个觉慢跟显示啊是教经，这个教法为什么叫觉慢呢？就是这个一棵树啊，长很多花，但这个花是散落满地的，那么我们把这个线啊，把这个花串起来变成一个有用的花蔓。也就是说佛陀先说经典的时候可能是在不同的地方先说的啦，那么这个佛灭度以后弟子把它结集了啊，就好像把这个花蔓串起来一样啊，叫做结蔓啊。这个地方是说明教法的一个升起的因缘。第二个显示，这个显示是说明教法的功用。那么这个语言文字的教法，我们内心当中不断的听闻思维啊，就会显示很多很多的真理啊。我们经常啊去思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么这十个字啊，你不断的去思维啊，哦，你的心中就会出现一道我空法空的光明的真理出现啊。这个经啊，这个语言文字啊，跟你读这个报章杂志不同，它会显示真理啊。这个是掖着教经。那么这个行经呢叫神末，这个神末就是修行的一个标准啊。在经典当中佛陀很明确地告诉你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神末啊，这种行为的标准叫行经。那么这个理经有两个，一个是出生，一个涌泉啊。那么我们依止佛陀的言教去修行啊，就能够出生啊，种种的福德智慧两种资料叫出生。第五个涌泉，那么我们在读诵经典的时候，它所产生的福德智慧啊，就像这个泉水啊，白天晚上不断的涌出啊，是没有止境的啊。所以这个经啊，我们一般说是无量义，你读一次跟读两次读三次读四次，每一次遍遍不同，他这个心啊就像涌泉一样啊，每一次有每一次的体会啊。那么这个就是佛说阿弥陀经啊。那我们简单做个总结啊。那么这个啊，释迦牟尼佛以欢喜心来介绍这个阿弥陀佛所成就的净土的因果
就是讲到静的意思啊。好，我们啊休息一下。